如果一个人在人前人后对你表现出两种态度，人前仿佛亲密，人后冷漠，那么他到底意欲何为呢？急，在线等。我觉得他可能想……你这种猜测完全不成立。我觉得你们都太天真了。我不是已经把他拉进黑名单了吗？阿乔呀，阿乔，你问他们，他们哪里懂？直接来问我便是。我没说是你，救命。